秦霄贤就是内娱永远真诚的存在吧，他真的好爱他的粉丝啊，会把手举得超高，用尽全力的回应，后面踩在车踏板上和粉丝打招呼。前几天是他录制好六的100期，白月光们带着对他的爱给他准备了盛大的应援，这是属于他也白月光的蓝海。粉丝在大声喊着他的名字，表达出爱意。在大家记录他的同时，他掏出手机也记录了粉丝，双向奔赴的爱在这一刻具象化。长沙的天气也许是被感动到了，下起了大雨。他录制出来的时候，看见他的白月光们还在冒着雨为他应援。这一刻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手遮着雨走向大家。他再一次举起手机，笑着将眼前的一幕记录下来。即使车已经起步开走，他们的声音依然在雨中震耳欲聋。而他也在用眼睛想要努力记住他们每一个人，迟迟不愿将脑袋伸回车内。白月光是他对粉丝们的称呼，因为他曾在节目中说过，秦是明月白月光，他是明月，粉丝们是白月光，寓意是希望他的粉丝们像月光那样纯洁无瑕，独一无二。于是在2020年，老秦就有了自己的应援色月光，就像他本人一样温暖干净，贵气十足。粉丝还写了应援曲秦是明月白月光，那都是他们想对老秦说的话，也是对他的期许与祝福。他们的心意老秦全都看在眼里。同年11月，他就发布了自己的首个单曲月光，来回应粉丝们的爱。这独属于秦霄贤和白月光的歌，可以说他把全部的温柔都给了他的白月光。大家给他的评论，只要有空就会一条条认真的看。之前在无锡线下活动的时候，他也有把白月光当成家人一样呵护，给在现场的200多位白月光都点了奶茶，知道来的都是女孩子，特意备注要热的，在每一个奶茶上面写了白月光辛苦了。偶像与粉丝之间是彼此照亮的，秦霄贤与白月光也是双向奔赴，白月光们真的值得。秦霄贤之前作为助力嘉宾参加圆梦冠军赛，但却整场90%都是他的粉丝，那震天的应援声音真是盖不住一点。中场休息，听到后面喊他的声音，立马回头，笑着向他们挥挥手。回过头，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自豪感。所以在每次面对要求合影的时候，他从来不会拒绝，甚至积极配合。遇到粉丝接机堵得水泄不通的大场面，即使自己在人群中战战兢兢、举步维艰，但看见粉丝要摔倒时，下意识的反应比谁都快。因为爱，所以信任。粉丝送过来的小水萝卜，立马咬下去；递过来包好的棒棒糖，毫不犹豫放进嘴里。最暖心的是，等到再次被投喂车厘子时，他竟然记得这个女生就是给他水萝卜的人。有这样把粉丝放在心上的明星，哪个追星女孩能不迷惑呢？他这一跳是因为他知道他的白月光们会接住他的，哪怕被掐了屁股还是会满足大家再来一次。平时不管大家送来多么离谱的礼物，他总会十分捧场的照单全收，只为博得台下的观众笑容，让他们开心。这几年随着他走向更大的舞台，变得越来越忙，很少有时间回小剧场，也成了不少粉丝的一大遗憾。在活动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什么时候回小园子，想看他演出，他的回答是今天吧。于是到了晚上，他连衣服都没换，直接空降，给所有人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所以有这样的角儿，让我们怎么能不拼尽全力的爱呢？感谢你啊，谢谢大家。这也算是我们好久没有演出了，是半年没开箱了，特别高兴啊。见到观众我们真是莫名的兴奋，高兴啊。那兴奋之余呢，也应该介绍一下自己。对，有认识我们的，有不认识我们的，有不少是不认识咱的。好，感觉好好尴尬，没关系啊，得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。快说啊，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秦霄贤。是。你吓我一跳！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掌声了，哦，很兴奋，很兴奋。自己拍会儿，高兴，高兴，高兴啊！介绍完我了，是，也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，我，这是我今天的搭档，对，叫什么名字呢？叫秦霄贤，哈，很开心，很开心，谢谢，谢谢。可以了，合着没我什么事儿，是吗？哦，对啊，得介绍人，我得有名字，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周九良。哎，大家好。说实话很兴奋。大家也都知道，我们德云社呢，现在来说可能越来越火了。哎，大伙都了解。哎，常听我们德云社的人呢，可能对我们德云社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多了。他感兴趣。哎，对了，网上有很多人说。我们师傅有一个能力，什么能力？点石成金。哦，金手指，点谁谁火。
啊，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能力，那肯定的呀。这两天，嗯，很幸运。怎么着？我被我师傅点了一下。哦，让您点了。点了。哦。我当时一直认为谁能力强，嗯，点谁。对呀。后来发现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点我只是因为，嗯，我脑子不好使。那不是点哪哪虎，师傅可能哪里不会点哪里。但是我发现了，真的点了我了，嗯，并没有什么用。怎么呢？你说我有了金手指了，怎么会没用呢？别人求之不得呀。我去戛纳了吗？你去那玩干嘛呀？没有啊。我去格莱美了吗？没有啊。我去奥斯卡了吗？去了，去了，那卡座给你留着呢。咱不是说夜店啊，不是啊，不是说夜店，不是啊，不是什么哪个奥斯卡呀？那个吗？没有花手，没有。嗯、啊，我说的是什么？啊，电影颁奖奥斯卡。啊，电影啊？对。你去那玩干嘛呀？你说相声的，你去电影颁奖，这不点我了吗？跟他们也没关系呀，你是说相声的呀。不说电影，嗯，说相声。对，在德云社，我比得过谁？说一个。郭德纲。你还想比谁？你起点太高了。你有野心吗？我也算是。不行，不行啊，换一个。孟鹤堂。哦，我原搭档。什么叫圆呢？就是您搭档。哦，我本搭档。搭档孟鹤堂孟老师，这行啊，这可以拼一下。我跟他我比得了吗？怎么比不了啊？人家走在街上，嗯，人家有光环，是吗？相声有新人，嗯，总冠军，他现在都不提了。我呢？您呢？磕话筒的傻子。磕话筒傻子。对，这说的就是你啊。我现在特别厌倦这句话。怎么呢？极度讨厌，不爱听还。凭什么说我磕话筒啊？哦，说你傻子，你认了就好。我也是习惯了嘛，我也是。你认下可不行啊。还有谁？嗯，郭麒麟。郭麒麟，德云一哥呀。对呀。你知道为什么是德云一哥吗？为什么呀？你也不看他爸爸是谁。于谦怎么了？不是。哎，不就是相声皇后吗？咱们不要口无遮拦的。不是口无遮拦。是谁？郭老师。郭老师。郭老师啊。你说郭老师，嗯，他的亲爸爸给了他很多的资源，嗯，在相声上，相声业务上也有帮助，很多帮助。对呀。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，认郭麒麟当爸爸。我认他干嘛呀？认我更不行了。谁说你了？张鹤伦还排你前面呢。就别说他了。不是，这什么意思？我要找一个好爸爸。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多，没这么多，一人喂你一口你就饱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怎么找啊？我想出来了，嗯，找一个全世界都认识的一个人。谁呀？秦始皇。我们俩一个姓。这不是一个姓的事儿，你们爷儿俩差了2000多年呢。你不知道吗？怎么他活了？秦始皇。秦始皇怎么了？当年，嗯。找徐福。哦，徐福东渡。哎，寻那个长生不老那药。长生不老药那是假的。谁告诉你？你是磕话筒的傻子，连这都信呢？怎么什么都不信？真的。哦，真的真的。后来给这个长生不老药呢也起了一个新的名字，叫什么呀？你们都不知道吧？我还不知道啊。什么呀？徐福记。对，你去超市看看糖果区，你那儿找找去。我平常不去超市。哦，秦始皇。秦始皇吃了这个长生不老药，常年
在这个深山里面隐居，活到现在。有一日碰见一位姑娘，两个人就在一起了，是生下了一子，叫什么名字呀？叫什么呀？秦霄贤。哦，你出事了。哦，嘿，好，秦霄贤，这都是见证者，你知道吗？秦霄贤自幼，七岁学文，嚯，九岁习武，哎呀，13岁官拜水军都督，还水军都督？那当然了，哎，统领着千万水军，到各大的明星微博底下给人留言去，这就是网络的败类呀。我也算火一把呀，这是火吗？这是火吗？我已经想尽一切办法去火了啊。而且人家也说了，说什么呀？人家也说了，现在想火，有别的办法？什么办法呀？成团。成团？太对了，成团一定能火。成什么？成什么团呀？你听说过吗？现在特别火的一个，SHE， 可能没听明白。解散了，早解散了。你们爷儿俩在山里待傻了吧？没见过话筒就撞是不是？主要是山里没 WiFi。 我想说的是什么？不是你成团没有用，成团那是别人，咱是说相声的。你太老土了，落实了，你也知道吗？我怎么落后了？现在特别流行成团，出道即出名，这就那么快？当然了，人家给自己起的名字叫什么 ？SHE。对，我也给自己想了一个。你叫什么呀？符合自己身份的。哦，叫 SHA。SHA。漂亮，你看我这就要火呀，看到没有？一下就记住了。是啊。不，汉语拼音啊。啥？你可以了。我他妈大伙儿夸你呢。多好啊，多好啊。别多好了，您这不怎么样，这名字。那我想个高大上一点。来个大气点的。大气的哈。哎。有乘风破浪的姐姐。这我知道。我叫什么？不会游泳的弟弟。对。你掉水里了这是。人乘风破浪好歹是个成语，你这不会游泳，你这是什么呀？这是？那我想成语是吧？成语啊。人仰马翻的弟弟。大气。还不如那个呢。破马张飞的弟弟。行了，可以了。鸡飞狗跳的弟弟。可以歇会儿了，弟弟。我有点没词儿了，弟弟。那行了，不是这词儿啊，这都不行。那怎么办呀？不是什么好名字。那咱名字都不重要啊，最重要的现在偶像团体啊，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？什么呀？担当分配。哦，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吧。比如说吧，某个偶像团体里面一定会有一个什么什么担当。啊，就是一群人必须有一个有特点的。对了啊，比方说你举个例子。颜值担当。颜值担当就是长得好看呀。对，这是谁呀？秦霄贤呀。你这个笑声是什么意思？对，谢谢。秦霄贤呀。秦霄贤。您这倒说得过去。我还能再担当两年嘛，对不对？可以，趁着年轻啊。还有别的担当吗？流量担当。就是人气呀。对了，这是谁呀？秦凯旋。秦凯旋。好，你们确实不认识我的原名叫秦凯旋。谢谢。谢谢。还是说他。最重要的里面什么呀？唱歌担当。这是谁？老秦。好，说仨就是你一人啊？不是，我就是想站 C 位嘛。你就一个人，谁跟你站 C 位去？谁显出你 C 位来了？你得找别人啊，真想成了找别人啊。找别人啊？对呀。那我想一想啊，那我要组建一个不一样的团体。还不一样？找谁呀？我首先要请的是谁？李诞。李诞？脱口秀搞笑担当？不是，脱口秀担当？不是那个谁能说担当？人家是明星，人怎么能搭理你呢？我认识啊。你熟啊？我们俩熟着呢。是吗？当然了，我跟他就我们俩
照过相。照过相叫认识啊？在机场出口照的。那就叫代拍。那就叫代拍。还有呢？跳舞担当。舞蹈担当。哎，谁呀？范丞丞。范丞丞。对了，范丞上了。范丞丞。啊，范丞丞。对，我跟他熟啊。也认识？认识。哦，拍过照啊。对，机场出口，机场进口。对，他又跑进口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最重要的，有一个音乐担当。谁呀？我已经想好了啊，周杰伦。好，拍过照，拍过照，机场，啊，滨海。谁告诉你的？啊，谁告诉你？你这认识不都是拍照吗？这是谁呀？嗯。周杰伦。周杰伦。对啊，跟他们俩不一样啊。周杰伦你真认识啊？嗯。什么意思？我想跟他拍照。合着没拍过。这就是，但我有这个想法了啊，我得付出我的行动。不是，你这还是拍照啊？你到底认不认识？我要成他，当然认识他们。真认识啊？付出行动啊，给他们仨打电话，叫到一个地方，我们也见面了。嗯，李诞来了，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了。嗯，他都没听，扭头他就走了。他是得走了，走了没关系啊，我还有范丞丞呢。他呢？压根儿没来。人不爱理你。咱们有关系啊。范丞丞不来，嗯，就让他后悔去吧。人家后什么悔啊？还有周杰伦呢。周杰伦怎么了？周杰伦当时就坐我边上。哎呦，我汤把我的想法全告诉他。是啊，周董高兴啊。啊，开心呀。是，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跟你说什么呀？他用了他的标志性的动作。标志性的，就这个去。哦哦哦，不错哦。哎呦，不行啊，不行。还行。我好，给你拒绝了。周杰伦也拒绝我了。啊，完了，成团，我成团的梦想也算是破灭了。啊、对呀、啊，但是我还是高兴的。你高兴什么呀？我和周杰伦，啊，拍照了，还是拍照。难为他，不容易了，这就啊，这就算不容易。嗯。这怎么还要送礼物？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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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家伙啊，特别啊。特别的高兴啊。嗯，刚才这个节目特别的好。嗯啊，叫学韩语。对，什么也没，就记住一遍，参加。对对对，这个确实两位表演的非常不错啊。是，今天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也特别的高兴。嗯，因为也是最后一期了。太对了啊，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。好，到头了哈、啊嗯、咱们也就到这个意思上了。最后一期了，怎么样，站在这个舞台上你有什么想对观众说的吗？我觉得最后一期这经过这段期间的录制啊，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什么呢？有所成长。哎，好事，收获的是成长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啊，在这个节目录制完了之后，我呢就不做演员了。怎么？我呢踏踏实实的就开始走仕途了啊。这个，对对对对对，有熟悉的朋友知道啊，我就跟他们不一样了。干嘛去 啊？我就到山东济南德云社那个德云大厦，我去上班了，任职啊，任职。是吗？现在这个德云大厦啊归你管，我那 COO 首席运营主管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对，我那名片忘借着去，我带名片了。哎呀，哎，看看名片，有名片，你走哪儿送哪儿。你这玩意儿就有的是名片，上面写着烧饼 COO。 对，就这个。那可不嘛，也就我们知道，你看下面谁知道。人我你们有吗？你看看，没事儿，我们可以往下派，真发，来，收来，哎、来，投一票，这不容易，这来，给奖，来，这我妈，我必须得发一个，是吧？这还有带亲属来的，这亲友团，别送了，发着呀，他就有人相信了，准有那个好信儿的，就容易给我打电话。这上面有吗？有、啊、天桥底下捡一卡片还打电话呢，横着晃。我在天桥老能看见这种发小卡片的。对、嗯、因为什么呢？我的这个运营理念特别好。你都什么运营理念？德云社大厦造价那么多钱，
得让观众不能光进去就听相声。来干嘛来就听相声来？那不行，听相声才挣多少钱呀？衣食住行全在里边，让观众都不想走。哎呦，你说的我这还挺感兴趣。那当然了。什么样的呀？比如说啊，咱这个大厦得十好几层吧？对呀、啊，得呀、啊。哎，就第一层地面的停车场3000来个，多少光？哎，咬什么牙呀？3000多个呀？哪有那么些车呀？哎，来的观众朋友多呀。哦。哎，收停车费的都是我们这知名的相声演员。打门口就是演员在门口。哎，对了，都谁呀？张九龄、刘晓婷，他们俩当保安了现在。哎，是保安的正队长和副队长。就是这两个保安管哪片的？我能问一下。主要是负责夜班的。就这俩色儿还管夜班？对对对对，往那一站，负责到上打死喊嘞。他们是不是还得有什么口号啊？当然得有口号了，我听听。我是大厦保安，保卫一方平安，倒车入库不难，到一下把我撞瘫，谢谢。他俩这个肤色也是看不见。哎，我也怼他俩，4-6-8句嘛、啊、挺好。哎、得有点这个。哎，一下车之后，哎，红地毯一蹬一蹬的慢进这个大厦，这么奢华。那当然了。还有什么？进到这个中厅这儿啊，上边全是施华洛世奇的水晶大吊灯。哟，这可够贵的。哎，大厦边上都是高档的那个不透视的玻璃。哦，还有这个，推开门啊，一股热带海洋性气候，这个气息啊扑面而来。哦，还有主题性。哎，当然了。嗯，进门全是热带雨林，见过吗？热带雨林没见着过。热带那个树木，哦，藤蔓，这都是真的吗？哎，长得都是真的。太厉害了。哎，还有小跳蛙。哎，小跳蛙边唱边跳，我是快乐的小跳蛙。我儿子就唱这个，爱听这个。我跟你说，爱跳这个。听你儿子干嘛？哎，就说有这歌。嗯，边上你想想，都有这个变色龙，真不真？哦，这个太真实了。哎，你走过来啊，就感觉一股热带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哦，哎，就这手上怎么着都能滴的啊，从房顶子下来，哎，有这雨滴水珠往下滴。就这么豪华的配置，你们得花多少钱呀？不用花钱。嗯，二楼不用做防水，一楼就这样。对，就从二楼往下渗水。对对，就要那种低雨的感觉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便宜嘛，对不对？该省省，该花花，经济实惠。哎，对了，一楼有一个我们这儿重要的人物。什么呀？栾云平。栾云平现在在门口当接待。哎，对对，德云社的副总在那儿当接待。好家伙，级别高啊。啊，他在那干嘛呀？他在那站着呀，念一个300万字的入场须知。炳哥，我觉得你在公报私仇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300万啊！我在那等等到，都天都黑了。你不会让你等到天都黑的，3分钟念完啊。你就是在公报私仇。怎么了？这，让他念，哎、他让他念啊。300万字，3分钟瞬间念完，假牙崩的哪儿都是。哎，过来，哎，开始提问。啊，游戏环节到了呀，这就开始了。哎，对呀，游戏环节到了，请问啊，请说出3项入场须知。说。他刚刚假牙崩出去了，没听清啊。哎，没听清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哎，栾云平，再来一遍。哎呦，好开心呢。哎，300万字，3分钟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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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哎，血管都崩出来了，再背一遍，说。快快，对，我不让拿手机。行，算一个，这也行啊。哎，对，可以，蒙的也算。来，不让自己带水。可以啊，好嘞，不让拖鞋。这算什么入场须知？行，不能影响别的这个听众啊。对呀、啊，行了，这一番就过去之后，边上有一个礼仪小姐，还有礼仪小姐。哎，您专属的礼仪小姐，我喜欢礼仪。你有什么需求，您都找礼仪小姐。要曼妙一些身材。哎，对对对，嗯，特别好看的，穿着旗袍的一个米其林小姐，特别喜欢什么东西啊？米其林小姐，那就礼仪小姐，我知道。哎、对对对，穿着旗袍，对、啊，哎，穿着旗袍的米其林小姐啊，孙越老师，哎，款款而来啊，踩着高跟鞋，嘚儿大嘚儿大的、哎。咱刚刚不说好的礼仪小姐吗？谁说的？你说的什么呀？礼仪小姐，我说的是米其林小姐。
你这滚口太严重了啊！米其林小姐啊，米其林小姐，哎，对了啊，米其林小姐走在这儿，哎，孙越穿旗袍，哎，穿旗袍，我还真没见过，然后就看一层一层一褶一褶的，哎，哦，这么个米其林是吧？哎，对，米其林小姐跟花卷似的。先生你好，有什么服务需要帮助您吗？需要需要，哎，我现在要听相声，听相声，对，二楼。哦，这就上楼了。哎，二楼能听相声。二楼不是听相声的区域，嗯，让您深度放松。还有深度放松？哎，深度放松。哦，第一个大池子啊，是一个温泉。哎呦，还能听。北海道，北海道当地的温泉，每天从日本空运过来一回。这个费用太高了。哎，温泉水日本空运过来一回。哎呦，边上这池子啊，嗯，这是中药池，是搁点西洋参啊，哦，哎，搁点枸杞呀，搁点大枣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养生。哎，这边的池子呢，是蔬菜池，还有蔬菜池。哎，有什么葱啊、姜啊、大料啊、香片啊、桂皮啊，你糖里边搁一点那个，哎，拿那个绿豆啊、黄豆发酵的这个小药膏往里就。你说大酱就行，我听得明白。啊，完了，你一进去呢就扣盖儿就上气儿了。对了，那我当肉了。哎，反正您挑，你让你挑，随便挑吗？你爱来哪个？我喜欢那日本的那个。喜欢这温泉的这个。对了对了，哎，行行行，来这温泉这个，来来来，我就准备来这个了。哎，行了，体验完了吗？我还没进去呢。你不用进去啊，里边没有水。没水呢？啊，水不都渗到一楼了吗？不说二楼没做防水了吗？呀，你这都往下渗的呀！这热带雨林，你以为这热度从哪儿来的呀？温泉水那不就不热了吗？不就？我说在下面的时候感受那个雨滴呀，啊，我都闻着一股大酱的味道呢。哎，对对对，哦，啊，听相声奔四楼啊，这得上楼啊。对呀，上四楼啊，您就踏踏实实的呀，给人家孙越老师搓澡。谁呀？你呀？我。啊，秦霄贤，对呀，啊，给孙越搓澡。废话，人都脱光，就你穿裤衩，你不搓谁搓呀？啊，我倒是像哈，多新鲜呀！来来来，这不就玩？这就玩的，这不说来就来吗？那不就是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哎，来吧，啊，喜欢搓。哎，大哥，把胳膊伸起来，哎，走。要说他没干过，谁信呢？大哥，我看一眼手牌啊。哎，好，这小程序啊。哎，大哥，你这个，你这不下泥儿啊？你这个啊，给你来点搓泥宝怎么样？兄弟，不用来搓泥宝了。怎么？时间到，啊，没有按时完成任务，返回上一关。还有上一关？哎，对，要不然就接受处罚。那什么处罚呀？有一个我唱你接的过程。还有你唱我接？哎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接。哟哟，等一下啊，谁唱谁跳？对，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接。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哎呀，还没跑调啊。一见公主到令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啊门前。我搓澡来，来搓澡，走。哎，你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这，澡，大哥，这回用新的搓澡的这个澡巾呢，还是拿这个旧的呀？啊，都行，我给你送，我送你一个吧，来吧，啊，来吧。哎，好，这回你是打个盐呢，打个奶呀，打个醋啊。好，我来给你来。要钱这富二代就指这发家了。我再送你个拍背吧。哎，好，全活，好，行，哎，行了，大哥。下一个，你搓上瘾了是吧？高兴了，我现在有点。别着急，马上就带您听相声了啊！旁边岳云鹏喊了一句：“说什么呀？”楼上包间一位，拿好拖鞋手牌，男宾里边请。您先等会儿吧，您这是德云大厦，我这是洗浴中心。别说了。